江西这个杂志是91年创办的，他在06年的9月号发表了这么一篇谦虚的资格的文章。他讲世上谦虚有很多种，他都是点到为止。他讲了很多种，他不可能每一种谦虚类型都给他具体的详细，他只能点到，这就叫以点带面。生活里面很多种谦虚都是假谦虚，尤其在生活里面这种现象司空见惯。胸无大志的人，他说他这人没什么志向，这不是谦虚，只能叫坦率。毫无才学的人，他说我这人没什么本事，也不叫谦虚，只能叫实在。主席台上正式发言之前说我水平有限，这也不是谦虚，这只能叫客套，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是矫情炫耀，是不是啊？他哪里会觉得他没有水平，是不是？水平有限，往往他讲我今天只补充一点，他就会1、2、3、4十全大补都出来了。辩论场上大专辩论会最经常见到这样子，是吧？我的意见可能不太成熟，他这里面根本就不是谦虚，这是明显的是挑战，对不对？我的不成熟的意见都要比你成熟的意见要高。真正谦虚的人，因为看得透所以不躁，因为想得远所以不妄，因为站得高所以不傲，因为行得正所以不惧，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谦虚的人。就是谦虚的资格，你只要搜索一下，到网上就有了。第二种方法是着眼特殊，06年的第23期，也就是12月的上半期，上半月号，读者转载了一个下跪的市长，讲的是中国的一个教育代表团到新西兰访问，到某城市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市长身高1.9米，有的就是将近2米嘛，身高1.98米，将近2米。那么身高2米的这个市长非常的谦和，这个中国教育代表团对这个市长留下很好的印象。然后临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按照日程安排，这市长是很忙的，他没有空再见他们，可是他们很希望能再见一下市长。非常巧，市长也觉得我们中国派出去的这个教育代表团都是一些人才，他这个不是以官僚官员为主的代表团，而真正的是名师组成的代表团。然后他提出，主动提出要跟大家再见一面，而且请大家吃一个晚餐，还要喝饮。这大家想再见这个市长的目的就是想跟他喝个饮，结果这个目的达到了，却发生了一个操作上的困难，那就是摄影师早早的就把这个照相机架好的机位，你们看到我们的电视里面经常，比如说胡锦涛、温家宝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等着接见人的时候，进来的人他一动都不动，是吧？站在那个位置上等着人家到前面来，那就什么呢？就是机位架好的，这后面或者有国旗，或者有国徽，或者有一个背景，你如果走了就移位了，就不规范了，所以说站在那里面等着迎接，这就是个规矩。结果他就发现很糟糕，因为这个代表团里面有一个1.4米身高的女老师，这个女老师在代表团的团员的资格审查的时候，就曾经被某领导咔嚓掉，就说他出去很丢国格，这么矮。结果有其他的领导还不错，据理力争，说我们派出去的是优秀的教师啊，不是去选拔体操运动员、选拔模特呀。而且除了这个随团的翻译，就是这个老师是教英语的，他的英语非常好，在关键的时候还能帮助团里做些事情，才勉强让他批的让他出来了。可是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如果近的照，这个女老师照到了，可是这个2米高的市长脑袋就砍掉了。如果把这个照相机拉到远处去的话，焦距再怎么调，再怎么拉近，它总有一个限度吗？女老师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太小。正在为难的时候，这个女老师就满脸通红的说我就不拍照了，就抽身要走人，结果就被这个市长一把抓住，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们大家要一起拍照。他就双膝扑通就跪下来了，就照了这张相，正正好的高度。然后所有的老师
都是流着眼泪照着这张相，很感动。然后呢，就有老师回来，这篇文章就到这里为止了。他就抓住这个特殊的细节，是吧？目前世界最高的人是这土耳其的小伙子，他是绝对不能摔倒的。他一摔倒，你们就知道意味着什么，是吧？所以他是正常的，他就要拄着拐杖，三脚鼎立，才不至于摔倒。身高2.465米，我们的姚明多少啊？2.26米是吧？你看他还高他0.2米多。第三个观察是把握细节，把握细节。在座的有人看过《聊斋志异》，有人没看过。《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号称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他在这个《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小说就叫做《英明》。英明有些城市的高中课文里面好像有学过他，英明。他在这里面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一个少女的形象。我们福建电视台曾经小台拍大戏，拍过《聊斋志异》的连续剧，有些连续剧拍得很好，英灵这一集就拍得非常的糟糕。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导演把这个英灵的这个原本文本给误读了。明明人家是写一个天真无邪的这么一个少女形象，她在里面变成一个傻乎乎的一个女孩子的形象，就福州话叫做弄娘，福州话女孩子的弄娘叫做拉蒙。她拍出这么一个形象，那很糟糕，她完全误解了蒲松龄塑造的形象。这里面你看哈，这是原文，他就讲有一个人家，有一天来了一个青年人，青年人呢是来看望姨妈的，他的青年人的妈妈是这个人家女主人的姐姐，他就来看望这个姨妈。然后这个姨妈家里呢就有一个女孩子，然后这个姨妈一看这个外甥，哎呦，长得眉清目秀的哈，很看重，很喜欢他，然后就叫人去叫他的女儿来。结果他的女儿呢，就是从外面叫来的时候呢，人还没有到，声音先到。记住，以后你们写小说，以后你们写作创作一个人物的时候，记住要烘托一个人物，人未到先声夺人。王熙凤没有出场，是不是啊？然后一进门，哇，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啊，林妹妹，哎呀，果然标志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英灵也是人没有到，笑声先到了，然后进来以后还止不住笑，还在那里笑，然后妈妈就在那里骂他，说没有教养，很不好意思的对这个外甥说，哎呀，从小没有教育好，不懂事。他这个是就是很偏爱的那种，他不是真骂他，对不对啊？他很爱这个女孩子。然后呢，这个就问这个外甥，就说外甥多大啦？他说17岁，是吧？你要记住，这都是虚岁啊，就是16岁。然后哦，他说的，我们家的英姑小你1岁。然后有没有人呢？你就是有没有女朋友啦？有没有定亲的嘛？他说还没有。然后这个姨妈就很高兴，说一心里想这两个人倒是很般配，可是又一想，可惜就是亲戚关系太近了，是吧？很遗憾。可是这个外甥不要姨妈这么说，他已经看中了这个英灵，他一下就喜欢上英灵。英灵不但长得 beautiful， 还 very very。然后眼睛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这个婢女，就是这个英灵的丫鬟，就对他的女主人说，你看，说他目光灼灼如贼呀，目光灼灼，贼枪未改。然后这个女又大笑，然后就对这个婢女，她忍不住笑啊，可是又不能笑啊，因为中国的女性封建时代是笑不露齿，是吧？他要大笑的话，牙齿势必要露出来，他老这么遮着也很累，对不对啊？所以说他要跑出去笑。再一个要行不露足，走路要慢慢的，是不是啊？所以他这里是细碎连步而出，记住了，足尖不能露出来的。至门外笑声始重，重什么意思啊？放纵，大放开贼。就这样，力不摇裙，站着时候不能把这个裙子摇动起来。还有站不依驴，门家门有门，还有巷子里面，北方话叫汉子，是吧？汉子还有个门，那就叫做驴，就是说你站有站相，不能东靠西靠的，就这个意思。还有坐不分膝，坐下来膝盖不能分开来，哦，那意思你们知道了哈。
还有什么，反正你看这么多的清规戒律，所以说这个英宁就是笑，他每每要咽口笑，就跑出去笑，跑出去笑了呢，跑出去笑，然后这个妈妈就又是很溺爱的对这个外甥说，哎呀，真是这个疯丫头，这个就说外甥如果没有事情就在我们家多住几天哈，这个看书家里书也有，书看累了我们有个后花园，你可以去花园散散心。这个外甥求之不得啊，那想睡觉就送那个枕头给他。第二天早早的他就起床来了，就到公园去了，就去找这个英宁。这个英宁正骑在树上，正在那里疯，在那里摘花。然后呢，这个表哥就找到这个英宁，就从后面缠了好半天的一枝花，一朵花，就献给这个表妹。这个英宁看了不见，哈哈哈哈大笑，因为那个花一宿过来都枯萎了。他说表哥如果爱花，你走的时候我砍一捆送你的，因为他家花很多。你看通过这个细节你就知道这个英宁他是没有心计的人，是不是啊？很单纯的人。这个观察的方法讲完以后，讲第三节，讲调查。调查是通过他人或者通过书本来获得素材的这么一种渠道方法。说王安石曾经把一个考生给冤枉了，使他落榜了。后来他到潮州去出差，他到这里去出差才发现，哎呀，他冤枉了这个考生。原来他把这个明月当成了月亮，其实是当地的一种小鸟，黄犬是当地的一种小虫，所以说明月当头叫，黄犬卧花心是完全正确的。他误判了人家，这个是一个终身的遗憾，所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这个调查呢做得很好的就是已经去世的奥林埃拉·法拉奇，这个意大利女作者啊，女记者，大家知道哈，她已经去世了。她一生都没有结婚，但是她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她跟的这个人是很著名的古巴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后来她放弃高官厚禄，又跑到玻利维亚的南美丛林里面去。就这个法拉奇，她采访过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说邓小平经过调查了解，就接受了她的采访。而且接受他的采访是1980年的8月21号，采访完了以后，邓小平主动说再加一次采访，1980年的8月23号又多采访了一次，就是我们谈得非常好。什么原因呢？就是法拉奇事先做了充分的调查，他见邓小平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祝你明天生日快乐。邓小平就说，我明天生日吗？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没不过生日的。然后这个法拉奇说是的，那邓小平嘴巴是这么说，心里还是很高兴，是吧？哪有人不知道不喜欢别人对自己很关注呢？然后他嘴巴就说，哎呀，这个即便说明天是生日也是没有什么好庆贺的，也是没有什么好庆贺的，因为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也就是意味着我老了，老了生日有什么好做的，年轻人才爱过生日，意思是这样。法拉奇非常有理的，有理有据地说，我的父亲也是76岁，可是如果我说的父亲你已经76岁了，你不要过生日的，你江河日下了，我肯定会挨我父亲的巴掌，是吧？说一下双方哈哈大笑，这气氛就很好了，就进入很友好的交谈过程。可是就是这样，法拉奇照样没有影响他提出很尖锐的问题。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有人说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这个话一说出来，他的全场都鸦雀无声，空气都凝固了一样，很沉闷，以为邓小平会发作，有没有？连那个翻译叫施艳华，哦，就是我这个施艳华都不敢翻译了，这样子讲。没想到邓小平很平静地说，他说的我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说我太了解赫鲁晓夫了，他就指出了赫鲁晓夫种种的不适，他指出了赫鲁晓夫，他说他跟他打了10年的交道。中国共产党跟苏联共产党交恶很大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的性格和赫鲁晓夫的性格，两个人针尖麦芒太不对了，偏偏这两个国家又都是一人说的算的国家，就造成了这种局面。那么法拉奇又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会不会取消，邓小平就明确地告诉他，天安门城楼的像要永远地挂下去。这就是调查的功夫做得好，他跟那个霍梅尼，他
他跟那个霍梅尼采访的时候，第一次就采访的不欢而散，把那个安排采访的霍梅尼的大儿子魂都吓丢了。他穿的那个按照穆斯林的那个女性要穿的只剩下个眼睛是吧，那霍梅尼很高兴，就说我们这个服装很舒服吧，他说不舒服。霍梅尼就很不高兴，不舒服不舒服，你给他脱掉。他说这是你说的，哗哗哗就给他脱掉。那个精神领袖哪受得了这个啊，吓得他大儿子马上把法拉奇拉出门去，就安排他第二天赶快走，这个就买机票让他走。没想到当天晚上霍梅尼改变主意了，就觉得也没错，人家又不是信伊斯兰教的是不是啊，怎么能用这个教规来约束他呢？结果主动提出，就像我们邓小平要主动提出跟他再谈一次，结果谈得非常好。谈完了以后结束的时候，霍梅尼的大儿子送这个法拉奇回宾馆的时候再三的感谢他，他说的你让我的父亲笑了两次还是三次，我父亲多年已经不会笑了，就他那个正人君子或者很累嘛是不是，结果他说出的话题让他父亲轻松了，他很感谢他。就这么一个法拉奇。第三节调查就讲完了，第四节讲回忆。写作从观察开始，写作也从回忆开始。你想创作出架构来，你必须挖掘你回忆的仓库。第一点就是挖掘亲身经历，挖掘回忆的方法。第一点是挖掘亲身经历，比如说在宁波的这个苏泊尔的集团副总裁苏明全，你们去看他的博客，这个博客现在还在，我去年看到他在，今年还在。他就讲他当年80年代初他第一次到海口去出差，到的当天在海口就被人抢了包，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光了，然后他就拦一辆摩托车摩的啊，送去派出所报案，没有一个摩的理睬他。他最后求到第三辆还是第四辆的时候，就说求求你可怜我，这个摩托车司机不但不载他，还回头对他吼了一句，我可怜你，谁可怜我。这个当头棒喝啊，他一下子清醒了，然后他自己步行了2个多小时找到了派出所报了案，然后又找到了浙江省驻海南省的办事处在海口，然后得到了海口办事处的大力的支持，管他吃管他喝，还给他回家的路费。他永远感激这个驻海口办事处的主任，这个人姓游，游泳的游。他就从这里起步，就有了他的今天。意思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挫折是磨刀石，只好不坏，这就是挖掘亲身的经历。然后刚才讲的这个也是挖掘，也是挖掘。这个法拉奇在问他问题的时候列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其中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回忆起毛主席像在中国挂的太多了。邓小平就说过去的像挂的太多，这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天安门城楼上的像是永远要纪念。为什么？毛泽东尽管犯了错误，但是他的功劳是大于这个错误的。